看这一题，他说化简下列根式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，这个是根号哈，这是根号五减掉二的平方的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去根号以后出来要加绝对值，根号五减二，那根号五比二大嘛，所以是根号五减二。这样看 B 选项 ，B 选项的话哈，这是三，三减根号十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去根号的话哈，这个是等于绝对值三减根号十。但是哈，根号十比三大，因为三是根号九，根号九比根号十小，所以呢，你去绝对值要加五哈，就等于负的。三减根号十，所以这个是等于根号十减三。再看 C 选项 ，C 选项他说呢，八除以九，开根号，那开根号是等于哦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根号八除以根号九，那根号九的话是三的平方嘛，所以开根号是三。那这个啊，这是二的平方乘以二，二的平方出来是二嘛，就是二根号二。这个选项是对的，哦，根号五减二，那这个选项是错的，哦，它答案是说那个三减根号是错的。八 C 选项的话，这个是对的。这样看呢 ，D 选项 ，D 选项他说根号六，根号三乘以，乘以根号六的话，是不是等于三根号二？这个对了，这是根号三嘛，乘以多少？根号六的话是等于根号三再乘以根号二。哦，根号三乘以根号三是三，所以是三根号二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看呢，一这个选项，一这个选项他说根号九 a 平方。等于三 a 对不对？根号九 a 平方哈，实际上的话，实际上是等于三 a 哈加绝对值。哦，九的话开根号是三的，那 a 的话不晓得是正负。哦，如果 a 是负的话哈，它出来就是负负三 a 了。如果 a 是正的话，出来就是三 a 了。所以应该加绝对值。它答案是说三 a 是错的。哦，万一 a 是负的话，那你出来要加绝对值才会是正的。所以这一题哦，应该要选 A、C、D 的，啊，这一题应该 A、C、D。